他把我们西窗两个板瓦都送不行。中国人在越南买块地，然后把这个房子建起来啊，盖个房子要多少钱？昨天我和我老婆又看了块地呀，给大家拍个视频。我是在越南生活的响哥，我来这里了，这里面两边的房子在出售啊，离我刚才那个看房的地方不远，这边都是新房啊，这里还在盖呢，这家地还没有盖好啊，越南房子都是这样的。嗯，他开门了。这家还在盖呢啊，这个还在建设啊，啊，这还自动门的呢，哈哈，这个比刚才看的那个大一点是吧？它这个大一点是吧，老爸？对啊，对啊，老公啊，17米长啊，17米长，啊，这个比刚才那漂亮啊，这个有灯吗？这个欧式的风格。都记得吗？啊，对，哎，这个好看，这个好看一点，这个房子不用买房子太好看了，主要是便宜，我们自己可以装修，便宜呢，然后呢地方够大，房子够大，然后那个交通呢比较方便啊。这个厨房 搞这样，行不行？这厨房啊，这里有个洗手间是吧？他越南的房子都是带天井的，上边是露天的，看了吗？上边没有吸烟机啊，所以说它上边是露天的。你上楼上看一看吧，这个房子多少钱？50亿。50亿啊，50亿，我看一看啊，50亿，将近140多万了。哎呀，这有个小房间啊，带洗手间的里面，这个就50亿。这个就50亿，刚才那个45亿，这个多了10几万了，那这个可以啊。看外面。看外面了。主要是对面的房子还在盖啊，下雨了。这不行啊。下大雨了。雷击可以来起来呀。啊，那不是我们家是吧？对啦。它可以蹦进来是吧？啊。不安全，不安全，都进来进来进来，邻居可以来我这边，没啥事可以过来串门嘛，我们也可以去他家啊。楼上格局也是这样的，楼上可能也是这样，再上一层看一下吧。50亿啊，140多万。永久产权的，哎呀，太高了，哎呀，房子倒挺好，啊，方方正正的啊，这都是一样的，它装修都是一样的，一边两个洗手间，这可以做民宿，啊，这个也不行，走吧走吧走吧，再多看几个，买房不可以加洗，买房不可以加。慢慢找，楼上露台了啊，慢慢找，走吧走吧，找一年也行，找一年也行，主要是这个房子也不便宜啊。老婆，这有块地，老婆这块地多少钱啊？就这块，这是爷爷老公4米10几米，4米17米啊，40亿啊，40亿，那我们这房子才50亿啊，那他盖好了，10亿，30万，盖个房子才花30万。他把我们西窗两个板瓦都送不行。这边不都有人买了吗？这边都有人买了都。再去转一转吧。Hello， 老铁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越南平阳。这里是越南平阳中国人开发的楼盘啊，今天奠基仪式啊，它这边是科技港啊，给大家看一看啊，科技港动土啊，今天，陈总，过来看一看，我拍个视频，哎呀，我们几个一起过来的，李伟呢？李伟已经进场了，进去了是吧？对，已经进场了，我来了不少人呢，
今天下了点小雨呀、啊，就是这片地，然后顺风顺水顺雨嘛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风调雨顺，这个下点雨好一点。哎，这有美女啊！有美女，有美女。那要不带个走子？他有一个礼物啊！有。哎呦我最快的，什么东西 ？Hello， 你好。哇，还有这个，真漂亮啊！奥黛穿的真漂亮，看一下。拍个照片吗？过来过来拍个。在越南买套房子要多少钱？越南胡志明的房子贵不贵啊？今天我俩就来看房来了，我老婆又要买套房子，给大家看一看。老公，我们今天返。走，骑摩托车啊？对，骑妈妈车。我丈母娘帮我带孩子，老婆我俩去看房了啊，走了。
这里有四个房间，这是顶楼的，像不像广州那帮城中村啊？哎呦，飞机飞过来，哎呀，这个楼顶有个大露台啊，不喜欢，有点远啊，贵倒不贵，没有很多邻居是吧？他这里房子还没卖出去，刚盖好。到时候我们多转几家嘛，啊、哦，买房不要着急，看别的看一看，他还有吗？还有，中介还有啊，那走吧走吧，走下一个。老板，你跟他说，这边还有没有大一点的房子？17米啊，可以啊，就是比这个大，这个14米有点小啊。然后太高了，哎呀，其实不需要这么高，爬楼很累呀、啊。这个，啊，3层就可以了，再大一点，3层就行了。这4层爬上去没啥用，顶楼没啥用。走吧，走吧，上车。越南芽庄的沉香种植园啊，车开不上去了，得换个4驱的车。在山上、啊、给你们看看这边的大山。奔驰开不上去啊，放在山下了。开这个上山啊，这个福特山路不好走，去沉香园啊，好，把这些都装上。在越南买这种皮卡啊，很实用啊，用它上山啊。过段时间我准备搞一个皮卡。我是不是给这儿下去对吧？对，我试试啊，我自己开去了啊，一直要带着刹车。看看福特皮卡啊，前面有一点条路左拐，你知道吧，上山容易下山难。我开了20年的车，我 A2 驾照，哎呀，我们终于到山上了啊。后边这边山都是我们种的沉香园啊，然后这边的玉的苗一会儿带大家看一看。哎呀，得换个靴子，这两天这边天天下雨，这个要走上去，要不就骑个小摩托车。等我带你们上上面看一看，看看那块种的怎么样，沉香苗长啥样啊。走走走，整遍这边山都是几个人买的，一人画了一块啊，一人画一块地。这个就是沉香苗啊，它绿油油的，这里有这么多，就可以把这边山都给铺满了，过段时间就可以摘苗了。我们搞了几台钩机啊，在上面挖挖挖挖挖挖。种沉香呢，5年呢可以接香，然后呢8年左右就可以砍树了。我也不懂啊，他们教我的，一会儿到那边去看一看。晚一点让无人机上去啊，我这个爬不上去了，一会儿开个无人机上去给你们大家拍个视频啊。越南这边芽庄就是产沉香的地方，沉香啊，有人做手链啦，有人做点工艺品，福建人那边用的特别多啊。沉香啊，现在比黄金价格还高啊，好的沉香比黄金还要贵，很多福建人喜欢那个东西啊，可以做着手链啦，或者一些装饰品啊，小文玩。越南的，以越南的芽庄的沉香最有名了，很多游客以前来越南玩的话都带一点点。这边的山还有上面这些山都是用来种植沉香的啊。我们暂时做了一个小工棚，然后呢有一些工人在这里干活，过段时间会在这边修个山庄。在这边承包山是30年，30年的话，然后之后到期之后啊，再可以跟政府重新签啊，那个交一点点税。现在给我们是1平方9万越南盾，相当于20多块钱一平方。有几个中国老板在这边一人画一块啊，一人画一块。
在这边山上只能做农业，你可以种树啊，可以放牛，但是不可以盖成商品房，然后不可以啊工业做出工业用地啊，你这在这边开工厂不行。你看我们选择种沉香啊，在芽庄这里上山了，看看这下边，搞个无人机拍一拍。这里边有500到1000平方米啊，准备做一个四合院啊，做一个农家乐，可以招待客人啊。这边现在的钩机在这挖呢，明天我要整两条钩机过来啊，租给他。在这里盖房子好啊？对呀，啊，有很多缝啊，海边也有啊，海岸也有缝是吧？在这里做个农庄，四合院，然后下边种沉香啊。这边真美啊，翔哥，你会开这个钩机吗？这小钩机太小了，我已经开这个比这个大。你不要小看我啊！你要搞大的是吧？钩机我都 OK 的啊，我不是什么学校毕业的，我自学成才。这连驾驶室都没有，露天的啊，没有，这挺风凉。裴总，他们说这是芽庄首富的房子，啊，咱能进去参观一下吗？应该不行啊，会被打。给外面看一看，什么首富的啊？啊，所有的缩小，教堂的缩小版的是吧？是自己住在教堂里面。这绿化搞得相当漂亮，这绿化。哎呦，这是他们家啊，芽庄首富。芽庄是越南的旅游区，相当于我们国内的三亚。每年接待中国游客将近500万人，很多俄罗斯人在这边生活，全世界的游客都来在这边来旅游，来越南旅游一定来芽庄。哇，在这个这个雕塑圣母玛利亚，这个有多少平方啊咱就不知道了，好大的庄园，好大的房子啊。我们住的那个别墅啊离它很近，在这里啊，普通的一个别墅的话大概人民币600万左右，5-600万啊，一栋楼，买地皮还带建房子的，永久产权呢。这边是停摩托车的地方，摩托车停车场。很多老铁们跟我私信说越南是不是很穷啊，其实越南一点都不穷，你看看这大豪宅，我在胡志明那边房价很高，相当于我们国内的二线城市了，佛山了，有的房价相当于广州的房价了。在这边的贫富差距还比我们国内要比较大一点啊。越南这边的生活，东南亚国家是这样的，他这边买地皮呀，越南人买是永久产权的，外国人买也可以买，就是50年产权，一般都是以越南人名义去买，或者以公司的名义去租啊，租他100年。明天我去海边转一转，去那个沉香园去转一转，过来旅游。我老婆不在啊，那个没有带她出来，因为都有很多中国老板在一起啊，她跟着不方便。我老婆还挺想我，我这玩2天我就回去了。感谢老铁们支持啊！中国人在越南可不可以买山？在越南承包一座山要什么手续啊？今天我准备去芽庄那边去看一看啊，老婆我自己去了，你在家里啊，带孩子。想老公怎么办？想老公你就给我打电话，我就去2天就回来。有几个老板一起去，想到那边去承包一座山啊，到时候我给大家拍个视频看一看。
让我坐这个车去啊，很多人的，都走了一波，一大早就来了，五点钟啊，太早了。这点吃的啊，这是我们做的卤菜啊，两箱，准备上山上吃的。胡志明到芽庄400多公里，要开8个多小时。我们现在开到了潘街啊，潘街都是做火龙果的，看这大房子好漂亮，小皇宫一样。今天天气很好啊，蓝天白云。重庆食品，在这里做火龙果的太多了，中国人啊，这边全都是产火龙果，一家接一家。国内的70%的火龙果都是食品，国内70%的火龙果，老板说的。我们的老师傅啊，今天开车过来了，那个胡志明的新门园老板啊，那个在这边做韵达公司的啊，韵达公司做快递公司老板。我们一起去的，看看我们的祁兰沉香种植园，看看那个沉香种植园，看看大海啊。对，我们的第一期14000株已经全部运达现场了，14000株、啊。对，这两天，明天可能有50-60个人吧，同时进场开始种植。那个过去看一看啊，买两块地，然后种点沉香啊。对，给大家拍个视频。两年后见效果。两年后见效。海边到了啊，我们到了美奈啊，这一路全都是海边，一直开到芽庄。男人就该活得从容，世界风情万种，一声坦荡别丢了你的初衷，奔波在南北西东。美奈的每个人都有差不多的苦衷，扛在肩上的沉重让眼眶笑着哭。哎呦，这边卖海鲜的放电，多少钱包丁丁？公斤50，多少钱？45万一公斤。多少？40多万一公斤。45万一公斤，贵吗？太贵。嗯，好吃。好吃。大龙虾多少钱？大龙虾。大龙虾100万一公斤。100万一公斤。先过来看看看龙虾有多大。贵了啊！现在哎呦啊！老板娘，你这个中文呢、啊？两年中国人没来啊，疫情啊，你这个中文有点退步了。这退步。哎呦，这个面包蟹。面包蟹。啊，面。16万一公斤。16万一公斤。啊。哎呦，这个螃蟹好啊。这个螃蟹漂亮。好吃，好吃啊！太贵了，便宜点，便宜我就吃的。50块一公斤是啥意思？50万一公斤的，150啊。这里是美奈的海边呐、啊，哎呦，全都是小渔船呐、啊，厉害吧？漂亮吧？我们在这里吃点饭啊，吃点海鲜。可能要下午才能到，下午3-4点钟才能到芽庄。现在这边是美奈啊，美奈的盆船啊，哎呦，小滑盆儿，在这里头可以滑。一个浪来是不是能给它周翻了？周不翻。湾底它没有什么浪的，就是湾底的。真的那个。I don't know what you heard about me.越南可不可以买地？越南的地贵不贵？今天我带大家看一看啊，我老婆非得要我买块地啊，一会儿我们准备去看一看，找一找。老公，我带你去玩。去哪里玩呢，老婆？去龙安。去龙安干嘛的？这么远？去玩呢？不远，45分到了。45分，跑那边远？这胡志明玩不行吗？你往那边去干什么？很开心。很开心，怎么去啊？啊，现在我们呢？
叫车啊，我以为你要骑电动车上龙安，龙安是越南的一个市啊。老公啊，我们去买快递吧。买什么？快递。买快递？对。地皮呀、啊？对。盖房子？对。真的假的？知道。多钱的？贵不贵啊？不贵。你现在就去啊？现在去。哎呦我去！他意想不到了，找啊，去看一看。叫车吧，这就去买地了，穿个拖鞋啊！哎呦我去，太能折腾了啊！老婆，我们现在去哪里啊？老板家。那个卖地的老板家是不是？对了。我们去先找他，他在胡志明是吧？对了，啊，很近。很近啊，然后我们去龙安是吧？对了。哎呀，龙安离这里40多分钟汽车，我们要下乡了啊。到了啊，45分钟啊，开到这里来了，这农村呢、啊？哎呀，这种水稻啊！老婆，我们买多大的地呀、啊？这水稻田都是我们的，买一亩啊！哎呀，咱俩要在这种水稻啊！哎呀，下车了！哎呀，慢点，掉沟里啊！老婆，咱就到了，把那门关上。这就这边的土地啊，我们买这块啊，这不买个水稻田吗？啊，找看一看啊，他说这块地卖我，我们过来看一看啊，这里是龙安，离胡志明有45分钟的汽车啊，胡志明的地皮太贵了，胡志明地皮要10000多一平方，这边便宜。等我一下。哎呦，行不行，兄弟们，这块地？我要看3块地啊，3块。这是其中的一块啊。早饭哪里到哪里啊？这里啊。啊，这里还有个地碑呀、啊。啊，然后呢？啊，到那块。啊，这个地方还有个地界。就这么远啊，然后呢，这边到哪里啊？到这个马路上，就这么大块地，这也就是盖栋房子，有个150平方左右，200平方。那个地碑啊，然后这里还有个地碑，太热了啊！现在胡志明的温度有30多度。在这里啊，多少钱呢，老婆？他说要多少钱？6亿。6亿呀、啊？9千万。6亿9千万，那7亿嘛？7亿相当于21万。21万就买这一块。那旁边是水稻田呢、啊，也不便宜啊，还得自己盖房子。他这边买地是终身产权的，永久产权的，以后祖祖辈辈都可以用的。老公买，现在去呀，别克。走，看个别克，看个别克，啊，多看几个，我天。